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新闻频道。2011年3月9日，第18届华南国际印刷展、中国国际标签展以及中国国际包装展三展同期在广州琶洲展馆盛大开幕。本届展会参展商超过1000多家，吸引了超过50000名买家参与，是2011开年印标包装行业首个综合设备大展。本次展会锁定包装各大应用行业，在通用包装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食品、医疗、日化、电子、纸品、服装、塑胶、印包等生产和应用领域，每年都吸引了众多重量级买家、企业采购团体莅临现场参观及采购。这次展会不仅是中国向海外的展示窗口，更是东南亚、欧美及其他海外印包及包装设备采购商、终端生产用家的重要商贸平台，成为开年首个印包行业交流和国内外必选的采购盛会。